同学们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和流畅，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听到声音吗？各位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好，那非常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来。周六的讲座啊，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同学去提出了各种的问题，那包括对啊人民币走势的一些变化。包括对这个行情的一些变化，包括对蝴蝶理论的一些评论，还有是如何去操作这种理论，或者如何去在实战交易当中去使用蝴蝶理论的这些问题呢，提出了很多的疑惑。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也会和大家去来探讨一下就是包括在之前去谈到的蝴蝶理论的变化。以及在内容当中，我们去谈及到的人民币在去走它的贬值或者增值之路的时候产生的这些状况，那么也会在今天和大家去进行一个探讨。那就人民币的涨跌的这件事情来说，其实市场当中也并无定论呢，说一定怎样或者说一定会怎样的一种定论啊，最主要的还是。市场当中中美博弈的状况当中形成的这种你来我往的这种博弈，形成了人民币的涨跌的这种状况，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当中所要讲解的一个要点。那么今天是2018年7月16日，寇准宁为大家带来的第1241期的讲解，我的大学外汇交易的由入门到精通。那么这个讲解呢是。由寇准宁为大家提供的，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专业交易策略指引的金融服务机构，我是郭凯 Kevin 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讲解。那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最近的走势的状况。那市场当中，我们会发觉，美元对人民币的这种走势的状况呢，它与很多的，有很多的因素相关联了，就是不只是。它也不只是说人民币内部的事情啊，也是和美国美元直接相关的。如果纵观历史啊，你会发觉，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势，它在最初的时候是使用的一种人民币盯紧美元的定价机制去制定人民币价格的啊。这种有一些是像是港币的制定的规则一样啊，有点像是港币制定规则，就是港币是联席。货币制度啊，就是有多少美元发多少港币的这种形式。那人民币不是，人民币在之前是盯紧美元啊，相对来说就是美元涨，人民币涨；美元跌，人民币跌，形成一种美元和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啊，八左右的固定汇率。那随着人民币逐渐开始自由可兑换啊，形成了一些人民币它的上下的波幅啊，有时候波幅也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图例当中，在过去的1年当中啊，我们就看到2017年啊，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发觉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那最高的时候走到了这是6.9922，6.9922就接近到7.9，那最低在今年的最低点的时候，到了6.2左右。那这个中间呢，行情走了大约一个10%到11.2%的一个走势的状况。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这个走势也是非常强劲啊，从6.2走到了6.7，现在的位置已经接近到6.7啊，6.6970的。那这个行情的上涨了大约10%啊，9%到10%的一个。非常快速而急速的上涨，这是周线图。那将来人民币会怎么走？我觉得牵扯的内容也非常多啊。美元的走势，那目前我们状况当中看到，美元走的比较强的是美元的走势。那除此之外，还有人民币本身的
那一个强弱的一个走势。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贸易战也会影响到人民币的走势。中国是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一个国家，原来是计划经济，但是现在是有非常大的变化。那在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政府的调整力量或者是调整的这种水平，会控制人民币的走势啊。我们央行去表态，几个央行的副行长他去表态说，我们有能力让人民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啊。所谓的有能力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其实就是它无论是涨还是跌，在一个比较元素或者可控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波动啊，所以这是人民币当中它一些和其他货币相比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澳币进行涨跌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在之前，就是当澳币走到非常高的高位的时候，那当时我还有印象啊，德拉吉就那个叫不是德拉吉，就是那个澳洲女总理叫。陆克文的继任者，茱莉亚，我一下想不起来，茱莉亚，有没有同学，就是我们有没有澳洲同学还记得，就陆克文之后的那个女总理叫什么名字啊？她就在澳币涨得非常高的时候嘛，就是吉拉德，是吗？好像很顺口的一个名字。一下啊，吉拉德对，他就公开的表态说，那我们澳洲不会去做这种干预的动作啊，不会去干预澳币的这种上下涨跌的这种动作，但是中国会啊，中国会通过表态啊什么的去做这样的干预的动作，所以这方面的力量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是这个行情运行当中的关键力量。所以去如果以这种力量来去推演人民币将来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变数比较多啊。当然，市场预期说，如果美国继续加税的话，可能人民币会走继续贬值的道路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关人民币的这个涨跌幅度的一些变化。当然，我们看到整体上人民币从6.2到6到7啊，再走一个10%左右的波幅，也都相当正常啊。10%左右的波幅也都相当正常，就好像欧元走了一个1100点的波幅，就是10%了嘛。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欧元从1.3走到了最高的时候1.23，那其实走了20%，所以欧元的波幅要比人民币的波幅这是要大得多啊，更不要说英镑从1.5从坠落下来啊，就是比其他货币都，那人民币还是相对稳定的一种货币啊，比美元的走势、欧元的走势都还稳定，这也是为它将来人民币走出去、走“一带一路”、人民币自由可兑换做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优势所在了啊。所以这也是就是如果有投资人去关注到人民币走势，在这个层面上去看经济的，我觉得这也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好，这是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个货币的今天的走势的状况啊，行情在运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计划有纽加的入场，有黄金的有入场单。那在昨天的时候，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做了纽加的空单，纽瑞的多单啊，建立底单啊，建立的这些单。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给出了英镑、欧元的这些交易单，我们来逐一的去看一下交易单，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和大家去探讨一些，关于技术分析当中的内容啊。上一次谈到费伯纳契数列啊，一个黄金分割的数列。那这组数列在交易当中其实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一组数列，重要的一组数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给过大家的交易的讯号，认为说通过刚才那组数列，认为欧元对美元它是下跌的啊，就是做空欧元对美元。当时在上周的时候，它的价格是1.17。我们注意到进入到本周之后，我们看到欧元的报价了，它最低的时候走到1.16啊，往下走了，走了一大截，走到1.16的这个格局当中啊。所以，我们发觉斐波那契的分析还是有效果的。那斐波那契的分析在中间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表格，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那外汇当中关键的斐波那契的比例有这样的啊，0.38，0.618，0.786啊，786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1.27，1.414，1.618，2.618，当然中间还有1.5啊，1.212。2.0的这些数字，其实这是些关键的这些数字。那在行情在运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图啊，就是斐波那契的比例图。很多投资人也可以把它和我们所指的那个蝴蝶相互联系起来。我把它变大的时候，你会在中间看到蝴蝶的影子啊，你会在中间看到蝴蝶的影子，比如说我们在中间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绘制一下，那它的蝴蝶所在的位置啊，比如说在交易当中，我们去看到如果它走出一的这种反转行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儿啊，上涨回调，上涨回调，那中间在这里是其实是具备着某种蝴蝶形态的，蝴蝶形态当中这是。X 啊，上面是 A B C D 点，那 X A B C D 点，然后形成了某种蝴蝶形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因为蝴蝶其实是两个三角形的对称啊，这两个三角形分别是一个主趋势的回调，回调趋势的回调，回调趋势的延展，回调趋势的延展构成主趋势的回调，同时主趋势正式运行的时候，就是那个低点真正开始发动的那个点。刚才那番话，其实我可能有的同学听得明白，有的同学可能不一定，完全听明白我在讲什么。那当然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我们一些拳击的主趋势、刺激趋势、刺激趋势的回调，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刺激趋势的回调有可能演变成主趋势的延续是认知行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点，次级趋势的回调有可能演变成为主趋势的延续啊，这是好多在教科书当中没有的一种准确的表述啊，没有的一种准确的表述，这是也是大家在中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的斐波那契数列，实战交易当中也会看到斐波那契数列，比如说当我们打开 Z 模板的时候。在日线图上啊，在日线图上会看到种种回调。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我把这些数值删去啊，这些数值删去，把这些指标删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些。啊，图线那这些图线，那我们在中间就会发现一些蝴蝶的样子和影子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三角形整理，啊，在这里看到的三角形整理，我们看到第一波下行走势啊，第一波下跌回调，那这里回调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0.786啊，下跌回调到0.786，然后上涨的这一波又回调到了下边的0.707。然后这个 N 型结构啊，我把这个 N 型结构给大家画出来，就在这里的上涨、下跌、再上涨，这个 N 型结构又构成整个下跌行情的0.841的回调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会形成一个整体的下跌走势。那好多同学在这个交易当中可能说我不太清楚蝴蝶是怎样的？那你先记住一种基本的形态，叫做 AB 等于 CD 形态啊，就是它是下跌，然后走 AB 啊，然后再走 CD，那中间我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是 A，然后这是 B，这是 C，这是 D 啊，AB 等于 CD，那有时候还会再走一波，叫做 AB 等于 CD 等于 EF 啊，AB 等于 CD，这是 A。B、C、D、
EF，那 AB 等于 CD 等于 EF 的三重反向上升之后，然后在这里构成一个这种 AB 等于 CD 等于 EF 的这种回调结构之后，然后再大幅的下跌，这样的一种蝴蝶结构。那 AB 等于 CD 等于 EF 是在蝴蝶当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回调的模式，最简单的一种回调模式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走势的状况。那当然，有同学说有这个，有些同学说有指标的话可能会做得比较好，没有技术指标啊。有些同学可能说，哎，Kevin 老师，我在这个交易当中我没有这样的技术指标，那怎么办呢？没有技术指标就可以多去在交易当中去绘制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斐波那契的这个数列。那 MT4 平台当中提供的斐波那契数列其实是比较多的。斐波那契的内沿、斐波那契的外沿线，还有它的这个回调线、拓展线，还有时间轴上的斐波那契弧线以及斐波那契的角度线也都有啊。所以在用斐波那契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去多画啊，画到你非常非常熟悉为止啊。那我想现在，既然我们说中间这课堂上也是有学习有练习，我也想请大家去做一些练习。比如说我们在中间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调出我们看到的欧元对美元的日线图啊，或者调出一个欧元对美元的日线图啊，这是我们之前去做的一个工作。那调出日线图来的时候，我请大家去在自己的电脑上去绘制一个斐波那契的线形啊，把它的最高点从最高点开始向下拖，拖到它的最低点，就这波行情的最低点，然后去画出这个斐波那契的这个线形出来，去找到这个五说的0.618到0.7644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高点然后形成一波下跌的行情。你在这个当中去绘制一下我请各位同学绘制一下，绘制好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图了截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来，让我也看一下你们截的图对不对？这些非常基本的这些动作有些同学说哦，听老师，我听的东西挺多，自己弄的时候就弄不准了。对，朱莉亚，吉拉德，朱莉亚吉拉德，不是德拉吉，是吉拉德，这样也容易记啊。你们自己去绘制一下这个斐波那契的这个线形很常用在交易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种交易和分析的方法。好，那有同学说，Ken 老师在这张图当中到底是下跌，或者说我们画斐波那契的时候是画谁呢？是画谁呢？我告诉大家，你画斐波那契的时候，一定是要去绘制那些大型的线形，绘制那些大型的线形，小线形你不需要去画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你不要去画那些小线形只画那些 outstanding 的这些能够看到一个大型走势的这样的线形是值得你去绘制出来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图表，欧元对美元，所以今天的走势我们也来具体来看一下欧美的具体走势。我认为欧美的相对偏空，挂单的直盘货币易受美元影响，高位去做空欧元这是欧元的主思路了，欧元的主思路。那欧元对美元周四延续美元强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加息渐进式加息表示欣慰非美承压，那关键的位置还是在1.6的这个位置那7月1日围绕盘中的1.1650的这个位置下方关卡1.6交易思路延续空头，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会被走出一些跌破或者说一些反转的行情，至少我们看到长均线站上长均线形成一个大型阴线覆盖范围内的，有点像 AB 等于 CD 的这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内交易，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去遵循一下
M 模板的这些交易的结构啊。那在今天的时候，早盘我们去空了一些欧元。那空了欧元，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下午盘的时候，欧元走出一个上涨行情。在目前的状况，周均线和周成本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测试的行情。那这波测试的行情也并没有走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上涨，或者说确定性的一个下跌行情，也没有走出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破的行情或者怎样啊，就是还是在这边震荡，所以相对来说也没有没有完整的去走出一些这种确定性的行情吧，就没有走出确定性行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个持仓过程当中啊，还是在持仓过程当中，依据交易系统的话，目前呢暂时不适合去进入到行情当中去做交易啊，因为现在多空也不明朗啊，相对来说并不特别明朗啊。那当然，这种回调的行情，我觉得啊，我觉得像这些反转行情啊，或者这些今天的行情的这些调整行情，可能也与就是回调也与这些世界杯也有关系啊，因为昨天晚间的时候进行的世界杯了，也是使得非常多的这些投资人啊，包括这些球员也好，这些人也好呢，在那个时间点上可能去看球的看球，狂欢的狂欢，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可能相对偏震荡啊，当然也并没有说一个理论的证实说这些交易员们有百分之多少的交易员在去狂欢了，也并没有也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啊，就是相对来说今天偏震荡的一些行情，晚间的时候林老师带领大家再去看看美盘的走势啊，就我目前来看，亚盘的走势可以说是非常，亚洲盘欧元对美元最低和最高就13-3个点，截止到目前才跑了30多个点。所以在今天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震荡的运行的一个状况嘛，一个震荡运行的状况，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啊，所以相对比较清淡啊，这一周可能还是在一个这样的影响范围之内。这是看到的欧元啊，再看一下英镑啊，镑呢在今天的时候也是上下的震荡啊，短线上一度站上周枢轴线、周成本线啊，我们有空单，空单有浮动的亏损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走势呢还是相对偏行情，我倒觉得在交叉盘当中可能会走出一些相对偏理想的一些走势啊，大家可以用一些相对偏短的一些短线的一些交易来去做单，比如说这个我们做的欧模板，那欧模板这些模板呢是比较好的，欧模板在今天的时候，如果各位同学懂行情的话，它的交易的机会在哪呢？在今天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多它啊，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多它，这是多单所处的位置啊，摆荡指标。这些指标形成的一些多的位置啊，这是今天的短线上20多点一下就上去了。那这套交易系统是强化版的一套主指标啊主系统，所以这是如果行情明朗就做单边长线交易，如果行情不明朗就做日内摆荡交易，如果行情就做长线的这种趋势型的交易，如果行情不明朗，就做日内的摆荡交易啊，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些策略了啊。所以今天英镑走势，那我觉得它在短线上的确是偏多头的，短线上行情已经变盘了。从周五开始啊，从周五的后半段、周四的后半段开始啊，包括周五的后半段开始就已完成了一个金叉，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上涨的行情，就是一个偏多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觉得它在这儿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波，
一波一波这种类型的走势。我们同学画了一个斐波那契，我在中间看到啊，好多这个 Brandon 同学在画出里给了一个图形，我们摸他的这个上边那些指标也是特别的多啊，有原图。有布林带，有摆荡指标等等啊，这些我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个同学可能有些多啊，指标稍微有些多啊。瑞丽同学也去画了一个蝴蝶啊，也还可以啊，这个蝴蝶，画的也都，那我想最主要的是大家先把这个布林带了去，就是这个纸，不是布林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斐波那契数列了去绘制好把斐波那契数列绘制好我把我们这位同学的来发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画的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来画的，这个斐波那契画的对不对啊？我自己去画图的时候是喜欢用这种比较偏的背景啊，容易看得清楚一些。那我们下载下来看能不能看得清楚一些？我是，变大一些，看不太清楚啊。那中间。这个不太对啊，这个不太对，这个不太对啊。我们看，你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你注意，它这波行情画的最低点是在画在这个位置上啊。正确的位置，你看我们当时在绘制欧元的走势的时候，它的绘制方法不是绘制在我来给大家画一下，就是你们画的不对的原因也是经常容易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经常画的不太对的一个原因啊。注意这个欠形啊，我们有同学去画的时候，他把这个点和这个点连起来去绘制斐波那契的回调，就像刚才我们同学说的啊，这个回调画在两波上，其实甚至还有同学是把这个斐波那契的是绘制在它的最低点上。不是的，它实际上是两波行情的。所谓两波行情，就是一波行情是一波连续的行情。你可以画在它的最低点上，画在这儿啊，会在这儿，这是斐波那契，这是斐波那契的线形。你不可以画在这儿啊，不可以画在鼠标所指的位置上，你只能是绘制到这里啊，然后做回调。你如果有同学说，我们把斐波那契绘制在我现在鼠标所指的这些位置上的时候，那这个斐波那契其实是绘制的已经有偏了，已经出现了一些偏移，它不是两波行情，因为一波是主趋势，一波是主趋势的回调。你的斐波那契必须是绘制在主趋势上，而不是绘制在趋势与主趋势回调的最低点上，这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斐波那契的绘制，它的正确方法是这样的，这儿画。斐波那契才是正确的。那另一种画法啊，我再跟你说，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同学演示的画法，它是这样画的，连在这儿，连在这个位置上画，那这就是错误的画法啊，就不对的。虽然它是连在最低一段的波的图形，好像是画的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在用的过程中就是似是而非啊，这中间蛮重要的，是你好多人去用的时候用不对，它就变成似是而非了，那就不是那么不是特别特别的非常高兴啊，我们同学有些非常非常认真的啊，有的妈妈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听啊，我们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认真听讲的样子啊。好，那这是我看到它的走势的状况，就是欧元的。来再看，斐波那契再去绘制的时候，你看它的正常的画法都是一波画下来，数列的绘制方法。除此之外，还有斐波那契的折返现。折返现就是 N 结构或者倒 N 结构构成，构成它的回调，正 N 结构或倒 N 结构构成回调。交易当中这些，上涨回调再上涨，一个 N 型结构上涨，就是 A B C D。如果各位同学，如果 A B C D 这个结构在之前有一波大型的阴线，从 X 走到 A，X 走到走一波大型的下跌的 K 线，那个不就是我们蝴蝶当中的大型下跌当中的 AB 等于 CD 结构吗？听明白我这句话没有啊？我说如果有一波大型的下跌，在我鼠标所指的这个大型的下跌，走出一个从高点到 X，然后走到 A 的一个大型下跌，然后走 AB 等于 CD 结构，那将来的时候蝴蝶理论当中的 AB 等于 CD 的那种结构状态我想各位同学应该，听明白了这个，这个我说的这个，这个状况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看到了这个图形的状况，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主要直盘货币当中的走势再看英镑，自周二跳水之后开始走收敛的这个走收敛状况镑在中间走收敛状况，回落到1.32下方，镑呢又缓缓慢慢的又上来了。新开仓注意仓位短时间上我觉得好像似乎在这里没有特别长的这种没有特别长的这种我想说这种走势的状况没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走势状况，所以投资人切记抄底不要在这儿走抄底，暴行性的交叉盘我可以适当减持，我觉得最近的这个交叉盘当中还是有不少的交易的机会。英镑本身，英镑弹上来了英镑在刚才1小时图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弹上来走了一个，走了一个十几点的一个阳线今天这些非美都在反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实战的交易机会今天有点像变盘的行情。变盘的这个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交易机会当然有同学说我这边破位做多行不行啊？纽币在这里日线图上大型阴线往下往下走，走出连续几个碳水杆往上走，这儿稍许一点点的多单的交易机会，稍许有一点点的多单交易机会，但是实在是不太明显的这个多的实在不是特别明显的，就是短线上大阴线，然后碳水杆，然后往上做，所以我觉得在最近一两天里面，相对比较行情比较淡，特别是直盘当中更是比较淡，没有特别的行情。那这个是可以的，美元对瑞士法郎高位塔线脱离下，重新走到了一之下，这些我觉得这些行情倒是可以去尝试的去切一些美元对瑞士法郎的这些交易单呢，在周五的时候最高走到68现在的价格从高位冲低下来70多点，这是典型的长影线布局，典型的长影线布局。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用斐波那契的那个图形来去做了。最近一两天，无论是这个行情切到这个跳空缺口当中，还是切到这个上边的这个图形的这些位置上都是些交易当中的好位置就是美元对瑞士法郎的这些
这几个交易的位置，甚至不排除美瑞，我们有可能在这些图形上直接就空的这些可能性也有啊，也有这种直接就空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本身美瑞在一的这个关卡上啊，美瑞在一的关卡确实关卡脱离一往下走，那会走个二三百点的这个两三百点的这个行情啊，现在正在似乎正在往下拖，那我觉得今天晚间的时候，假设它刷上来的时候，它可能有几个交易的节点，一个是高位的1.0040啊这些位置，一个是今天引线所在的位置1.0013所在位置，就是行情再往上弹这么大约20点的时候，可能会弹出一些交易的机会，或者你用交易系统来看啊，来看，假设我们用最简单的 M 模板啊，M 模板需要破位，破位的位置是在79啊，那万点关卡的破位位置是在75啊，交易的支撑阻力位当中最细小的数字位的支撑阻力位又叫258啊，258的支撑阻力位，所以破位下来75的位置是它破位的空单入场，高位的入场位和30的入场位置，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点值得大家去做啊，在这里面值得有几个大家去做，看看先执行到哪个了。我觉得有这种交易的机会，把它放在75的位置上，可以做破空的行情。破空的行情啊，止盈止损，我觉得放在大约45点或者50点的时候都可以啊。啊，止盈止损摆在这儿，然后这个破的位置就是我们将来美瑞向下去破的这个往下破的这个位置，我把这个交易的耐心的晚间每周盘有耐心的同学不设这个破位单。去看破位之后，再回到一位置上的时候，那个位置会有另一个交易点，就是这个今天这个行情加速下行走一段反弹高点回到一，就是它既确认价格又高的这个位置，今天晚间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这个行情啊，我把这个单了发给。发给我们同学啊，当然我们现场的同学也可以去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底单建立啊。那当然底单建立之后，如果运行开来之后，后续的还有更多的行情可以去追破的破位的方法去做它。那美元对加币在之前走过涨势之后，今天完成了对这个轴的穿越，所以今天整体上这个行情都是在变盘当中，美元对加币重新树立顶部啊。当美加树立顶部的时候，可能会走出一段走势来。我们美加上方是有它的是上方是有一个空单的高位的空单的。那冲上来之后，行情又一次跌破前期低点啊，又一次破了一个前低啊，前低的位置是大概在1.13的这个。1.3160左右的位置啊，我们之前注意到，在之前的时候，在这儿减过仓啊，把一单美加平掉了，所以有些时候支撑阻力位确实有作用的。那依据这张图，如果我们画斐波那契的话，也会绘制出来啊，大体阴线往下走啊，这是第一波行情。那有同学问说，为什么不画到底部？不是这一波行情，是第二波行情，是第一波行情。连贯的一些阴线走下来，啊，连贯的一些阴线，然后再走了一个第二波行情，啊，这个图形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组，然后与这个相对应的两组啊，两组行情啊，上下的两组行情，所以我觉得美加了在今天的时候破位下行，美加可以再去稍空一些啊，做美加的一个相对偏空的一个走势，美加是相对偏空的，
高位的空单可以继续的保留，可以继续的保留它的高位空单，甚至不排除我们现在就空一单啊。日内交易当中，30分钟图上，我们小时图上注意它下破下去了，破位到周成本就Z 模板当中啊，如果 Z 模板当中啊，在小时图上如果做单的话。那它的入场位置破位，睡醒的低点可以说刚刚破位一单，那就是如果做混沌交易系统的话，技术几乎现在就是入场单啊，混沌就现在就入场单，混沌的单不需要止损啊，大家之后再学，强化二级的时候，混沌就是我们有些同学学过的，混沌的这个不需要止损啊，不设止损，止损是每一根 K 线上面去做止损的啊，这是看到的。啊，美元对加币的图形啊，有些筑顶的，有筑顶的这个样子和倾向。欧元对日币啊，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行情。欧元对，对英镑啊，还是在上下的震荡当中，这个货币也是相当的妖，相当的妖。欧元对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澳币啊，欧元对澳币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把相当多的仓位去做一个减仓，同时设定了一个获利止盈位置啊，如果到止盈位置，我们就离开这个市场了。欧元对，大家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图吗？啊，就是如果就是将来的将来啊，我觉得你们。随着这个交易的这个程度变高，我觉得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些相对复杂的一些的图。现在你们看这样的图熟悉吗？我觉得可能会不熟悉啊，因为可能，因为可能，我们同学这个自己的这种对指标的理解力不是特别强的话，就可能会越。实际上，这样的图可能会，可能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类型的图，它的分析可能会更加全面一些。这是看到的这个图形啊，上下震荡当中的，这个欧元对澳币，欧澳，啊，在综合的交易体系当中会筛选到更多的交易的机会啊，带来不同的交易的机会会在这里出现啊。我们依次去浏览一下这些交易的机会。那这是，欧元对纽币的图形，欧纽。欧纽的图形，我们注意到欧纽的价格，就单纯的价格来说，欧元对纽币从它的趋势线下边缘突破啊，这些在交易当中这种朝下突破的这种结构啊，在英镑以及英镑的交叉盘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啊。欧元对纽币就差一些，英镑对纽币这些交叉盘当中，如果出现这种类型的破位的话，其实是蛮有交易机会的。那目前我们看到欧元对澳币啊，英镑对澳币是在三角形收敛整理当中，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情出现，还是在三角形交易机会出现，英镑对纽币也是在目前谈到了一个高点之上啊，甚至镑纽还走在了一个大型阴线的上方，然后去反弹上来，也是很神奇的。所以交叉盘当中会走出一些和我们平常的看法不太一致的，就不太符合技术面走势的这种行情会出现，这也是一些特例啊。英镑对加币，镑加。
棒家今天完成了一个变盘了，棒家由原来的多头转，原来的空头转为多头，但棒家目前的这个交易状况也不行啊，也是在这种宽的震荡当中，也没有走出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这种行的行情的乖离度是非常大的，所谓乖离度大，就是同一个价格重复的次数特别特别多，没有一些好行情啊。棒瑞还比较好，棒瑞走单边的上涨行情。看一下棒日，棒日也是比较单边的上涨行情，逢低买入的棒日行情啊，也是走的从145开始走到149了。棒日，澳纽这个货币对，这些都适合做短线啊，像澳纽啊这些货币对都适合做短线，不太适合去做长线。澳纽这个单，我们之前做过三单，做过三单，陆陆续续获利了结啊，平仓了时还剩下一单空单啊，那现在再次冲击它的高点啊，止损摆在上边啊，还有一些持仓啊，我觉得中间这个单，有也好，没有也好，就中间啊，暂时它不太具备不太具备交易的机会啊，就是澳币对纽币的不太具备交易的机会。那么澳币对加币在目前的时候走出了一些上行的行情，其实不是加币的这个变化，而是主要是澳币在今天走的比较强啊，今天穿越上行，澳币的这个关卡价位还是特别的重啊，就是目前澳币，我觉得我们各位同学，因为澳币的底部区域就是在74左右的位置，如果在这儿上破。假设澳币再次上破，走到74或者74，走到75的价位的时候，澳币的底就建立了。澳币在比较大格局上的底部就建立，底部的反转格局就来了。这就是最后一根大阴线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澳币呈现出，这个低点开始变高，日 K 线上低点变高，高点再创新高，需要澳币去站上75啊，或走到75之上，所以如果有行情啊，如果有行情去看到澳币走到75之上的时候，我觉得澳币的这个行情呢就会重新的到来啊，甚至排除我们在那之后的某一天里边不排除我们在某一天里边在澳币的这个位上去做一些破位的多单也是有可能的。那现在澳币会有一些多单啊，我想各位同学应该有澳币多单的不少啊，包括澳币啊、澳纽、澳瑞啊，应该是有这样的多单的，对吗？有哪些同学有澳瑞的多单呢？还是在往上走的澳瑞的单啊，应该不少有这个单的，对吧？现在继续去把这个澳瑞的单去拿住了，把澳瑞的单拿住了，澳币的单也逐渐可以在某些时候去建立起来了。澳美的单也可以在某些时候去建立起来了。相对这两天是在走回调行情啊。这是看到的，再看澳币对日币啊，澳日。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交易当中看到的这些碳水钢行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再去看这些行情的时候，用这个十字光标去量的时候，经常就会看到这种碳水，这是一根 K 线是一周啊。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这根 K 线走出了一些这种一些结构，长影线的结构。第二周了，在这边去做单做上了，A 行情浮亏浮盈，再走一周浮亏浮盈，两三周震荡之后，终于走出一个阳线穿上去了。这些其实是非常体现交易者持仓能力的这些这样的一些状况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它，澳币对日币啊，澳日的行情。不知道能不能走出一些，就澳日它也相对来说目前的底部形态确认了，再走啊走到84上方的时候会重新的加码，澳日也是一个好单啊，澳日
在交易当中，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单，也算是我们这些货币当中的明星货币。如果有回调到低点的时候，这个单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明天我们再去写的时候啊，记住，明天再去走我们的行情的时候，澳日的多单应该算是我们的比较重要的一波行情。我这里也在我们的一个群当中去做一个记录了，就是所以明天请今天帮我做记录的永强同学去做一个记录啊。明天的时候，我们在交易的内参当中应该去写上澳日，这是非常非常明星的货币啊。最近一段时间，那这是明星货币会表现出它特别特别好的一些状况。你看到它的这些状况，比如说在这儿特别典型的 M 模板的标准入场点，星期五标准入场点，再走星期一来过过回来啊，就像你看到今天就在那回来的一瞬间，也都是今天的最好点。所以礼拜二再出现这个低点的时候，澳日的这个单一定是我们要去着重去观测的一个货币，对，着重去观测的一个货币，对，所以澳日明天的明星货币啊，加日啊，有的人问到油啊，又问到原油啊，问到原油啊，原油又开始发动，我觉得我们好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啊，有些时候要有一些定力啊，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油的布局呢？这是符合交易系统的，符合交易系统的就去做它，冲到高点这些位置就是它做的好点。我们有了10，甚至可以再加啊。就是这些地方原油如果见顶的话啊，或者你做破位单也可以，不做这儿你做破位单也可以，破位前低再次加码。这个位置是69，现在再加也可以。那这些行情会重新再走第二波的发动行情，再走一单。那现在这是最小限行，再往下的下一个点69啊，那如果我们做的话就补一单。你如果现在不想补这一单的话，就补得远一点，补在69的下方啊，比如说69的位置上往下走。69如果做到往下一走，下一个位置就是63。69完了就是63，中间就是一个6块钱，6块钱就是10%，一倍杠杆就是一个 10%，十倍杠杆就是翻番，1万块钱做一手，这单交易就翻番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交易当中保持一些交易的心态的这些稳定性其实很重要，特别是长线交易当中。如果有这种格局的话，大型阴线构筑70、75顶部位置，这个图形其实是看空蛮明显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我再重说一遍，我们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当然最初的时候，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因为你不识山，不识水。你不知道什么是山，什么是水，你认不得大阴线。那再进一步的时候，你认识的哦，这是山，这是水，但是又没有胆量去做，你也不确定啊，这个大阴线能不能做，这个大阳线能不能做。但实际上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哦，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所见即所得啊。对，所以我觉得原油如果这儿不去加码的话，你就在下方去做破位空单，在69的位置上去做破空，我几乎可以把这单去补在里边去啊，sell stop，那中间把它变成10啊，就6900嘛，6900这是下破关卡价位6922，然后下破两个，那这个69走到70或者71的位置上啊，走到71给出十
20块钱的，不是2块钱的一个下行去做这个补单动作，或者你在这边补单的时候补到一个这个波段的高点啊，补在这个波段的高点，补上去的时候会有大约，当然它先走嘛，止损的时候可能会有相当的一个亏损啊，但是你针对于你的第一单来说，第一单还是盈利的，第一单还是盈利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做的。那如果有谨慎一些的同学，你不做那么多，当然是可以的。或者你的第二单加码单不要实时的，就是第一单10、第二单10的等额加码。你做那种单可以做成，你做这个单可以做成，就是差额的加啊，就是532的加，就是第一单做5手。第二单做50，做第二单做3手，第三单做2手的532的这种加法也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做的2个挂单的交易啊，美瑞的挂单交易啊。刚才有同学说，今天没什么波，因为今天假设了，据我假设，这些交易员都去睡觉去了。昨天晚上 happy 的太疯狂了。我们有同学去看现场吗？实时的看吗？我们在这个悉尼足球队的这个队长，我们悉尼足球队的队长，然后最近世界杯的时候一直在。一直在这个在现场看啊，在昨天的时候，然后还看到了决赛当中的谢霆锋、容祖儿什么的，派出的观战队啊，我是内蒙古黑马队的队员啊，身披20号战袍，尼尔霍夫，但是这届的比赛一次基本上都没有看啊，我想很多同学，可能很多同学都看了球赛啊，所以今天的波动相对较少了。基本上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今天的暗号是我爱比埃尔霍夫，拼一下，我爱比埃尔霍夫，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来提问题吧。先别拼写比埃尔霍夫啊，一个德国的一个著名球员啊。给大家先给大家一个提问时间啊，比埃尔霍夫就是你们的 Kevin 老师，身披20号，德国队，有问题吗？本周的周末的时候开始这一财政年度第一期的这个强化一级班的课程啊，强化一级班的课程所以原来的这些老同学还有新报名的同学，打好精神，注意准备参加啊。我要求我们上一期参加过的这些同学全部来继续来参加上课了啊。包括我们听过一遍的同学，还有上次这些同学要求大家来必须来去听这个课程，听这个课程，再来重听一遍。另外，在今天的时候就是亚洲盘解盘，亚洲时段的解盘，原来的价格是3280，过了今天的时候就变成了4800了就是。原来是5折嘛，现在变成7折的价格了，优惠期结束了所以，参加亚洲盘的同学要赶紧去报名去，就是这么两件事情另外再就是8月11号的，杭州的，3天2夜的活动，我跟你们说是爱比埃尔霍夫，你们都去爱姆巴佩去了，比埃尔霍夫是 Kevin 老师，好吧，喜欢谁爱喜欢谁就喜欢谁。你们不喜欢那个 Darius 老师吗？那个大帅哥。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啊，明天再继续啊。好多同学看了球，今天可能也是需要去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啊。球赛结束之后，该回来好好去做交易了。球赛结束之后，大家要回来了啊，打起精神，好做。先给大家一句话说，那这是上一周的。世界杯结束了，是时候回来赚钱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